是杠上了吗？这是呢，刚刚完成暌违18年电影《饮食男女》续集的导演，凭着他对美食的坚持哦，最近点名哦，这个炮火很猛哦，说才刚刚风光上市的王品餐饮集团，提供了粗俗又没有品味的饮食文化，话说得很重哦。遭点名的王品则是回应：“谢谢指教。”主义者的他最近点名王品餐饮集团，批评隔海发声。他只能是一种表面的啊，机械的一个服务的方式的，非常表面的服务方式了。对于王品餐饮集团的评价，他用字很强烈。大炮发言点名董事长戴胜义，虽然有好的作为，但不至于让年轻人当神崇拜。带着梦想进来王品企业的年轻人，他们对饮食的精致跟专业有更多的一个引导。他又举了自己到王品的用餐经验，说服务人员点菜像是背书，有口无心，让整间餐厅吵杂的像是菜市场。所谓的服务态度，单纯只是表面取悦。遭导演点名的王品集团董事长戴胜义一整天都在台中开会，但是还已经知道这件事情呢，而且私下给了这样的回应，四个字：谢谢指教。来吃过，但是觉得没有这种现象啊。曾到过王品用过餐的民众则是评价不一，日前才风光上市的王品集团，如今饱受来自知名导演曹瑞元的评价，双方各有立场。那就王宗汉、周宇的台北采访报道。